Hello，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然后我们要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没错。然后刚刚就非常妙了一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你们想说为什么我已经玩到这边了？这很正常，因为我刚突然宕机，我刚突然宕机，结果就突然跑到这个画面来。就是我刚录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就跳回来这个地方。我现在给你们看原来的地方。快把他气死！不能这样子的吧？为什么电脑要这个时候宕机？我本来的时候是在纪念碑谷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纪念碑谷那个。对，然后那边我上一次的时候是跟大家讲到那个矿坑，对不对？矿坑的话，因为某些地方还没有办，就是会有被挡住的情形，是因为有。是因为我还没有升级我的那个勇者的基地，勇者基地什么的，就还没有升级的话，那边东西还不行用，所以有地方是呈现无法使用的状态。啊，目前就更新了一些小东西。那我现在跑过来这个地方，所以我现在就先跑过来这边先拿，因为这边的话有一个羊毛，有个大地回复，然后大地回复恢复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它会在哪里重生这样子。总而言之，我刚刚宕机的时候，大概做一些事情这样子，然后刚刚去那边稍微去弄了一下那边的怪物，那个就是去里面那边，这边算是一个冒，就是一个算副本任务之类的东西了。啊，这边有点想把它弄起来，可是 啊，好啊，先不要这样弄。哎，结果我现在完全就是很。一整个很那个什么，怎么讲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情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莫名其妙，然后我就要重新打开，然后我录影的东，我刚前面录了十几分钟就没了，录十几分钟就没有了，然后跑到这个地方。那我现在这边本来有两个枯工箱，啊，被我弄掉了。好，我现在要上去把那个上面的东西给。看看上面有没有东西，连这都得重新让我做一次，这太无聊了点吧？一种活生生被气死的节奏。哦天哪！这里。那我现在要上去看，就是看上面还没有什么额外的东西需要。然后，那你们看到这把铁剑，就是代表说，我先把这个关掉，就代表说，就是我之前在一号矿坑的时候找到了两个铁矿，然后就把它做成了铁锭，然后就把它烧成了铁锭，然后做成了铁剑，对吧？总而言之，先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再说。然后这边还蛮大的。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过说为什么，我们并没有想过说为什么，头点太大了吧？哦，到快，差不多到顶了。结果一上来就跟我讲说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是树叶而已吗？不会吧，真的只是树叶哦！哼，获得一个苹果。好吧，我觉得这应该真的就只有，应该真的就只有这样子，应该并没有什么东西。吃个苹果，消消气。快气死！超那个啊，我每次那个被迫中断录影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各种鸟。哦，对了，我要把一些东西先放。好的。今天不会有怪攻击我，我本来要去放东西的啊，不过现在这个样子我也就……
不过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也没办法。这是很明显是个跑酷，啊，下面是石头哎，没看到石头觉得很高兴。为什么高兴呢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做十字道具了。木头是基本上完全不缺的东西，可反正缺的是那个石头。太暗啦！喂喂喂！草都没看呢。太多蜘蛛了吧？先这样子，抑制它生长。呜呼，也太大。太大了吧？等一下，上面那个很恐怖。还有人想在上面插火把，因为上面好像并没有什么东西。哦，这边有个，这边倒是有个地方可以让我。哦，青银寺。青银是耐久二的靴子，好，我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给我这种靴子，要不然我会把自己给摔死。哦，等一下，哦，因为他的那个东西应该会有药水效果，这个就是在刚开始之前的时候他有跟我说明的东西，可是因为他就瞄了一个，他就消失，怎么讲？那个东西已经被。之前的时候因为宕机，所以那个你们完全看不到那个东西啊，所以就找我在这边再解说一次。哦，天哪、啊、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因为那个，等一下，我是要拿走，简单的说，因为之前的时候他在那个刚开始的时候稍微跟我说明一下，就是说会到时候会有那种药水跳台，所以有跟我讲说要先稍微的把一些怎么讲，要稍微把一些音效给调整，因为之后可能会优化非常多这种类似的效果，所以就会很吵，所以跟我讲说要调整一下它。然后总而言之，我就先调整过了，因为等一下应该就是会类似会发生那种事情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，应该是跑酷没有错了。是那种药水加药水的跑酷。是不是好奇这边到底哇哇哇会不会出现？这好多啊！这煤炭全部挖完的话，大概会整个大爆炸吧。照明都不好 ，What the heck？ 为什么我刚不是攻击你了？等。偏偏这次我鼻子很痒。就想抓他一下，等一下先吃一下，然后就收好，然后再多做一点火把。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要一直给我这么多煤炭之类的东西。
拜拜。哦，好东西，金苹果哎，氢二防弹，这石产，橡木树叶是拿来垫的吗？好，那觉得很不妙。啊，我现在是要怎么样？是，等一下啊，哦，我先把这东西拿走啊。所以跳台在上面吗？跳台在上面是不是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不对啊，那我刚刚怎么没看到？啊，在。把土没看到，请僵尸不要来好吗？这个先不要用啊，这目前弄不到。然后这个袋子，然后铲子，对，然后好，先这样子好了。呜，这下你们了解了吧？算了，我觉得把你们砍掉。我觉得砍掉是比较 OK 的，至少我不会出任何问题。然后不知道怎么，我一直都有一种很鼻子特别痒的感觉，是我错觉吗？哎，安德，有安德。好像下面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我想下看一下，我想下去看一下。啊，切，这是不是没有东西嘛？哦，不是有东西的，有怪。好恶心啊！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打到我？我刚刚没……等一下，等等。我觉得，才把自己害死，要小心点。哇靠！吓我跳！哦，我要这样的。该死，这样子。请不要掉下来，拜托。这房子一点都是没有，可恶！他刚打超辛苦，我也说这只是经验值增加而已，这是什么鬼啦？生气，不理你们，真是的，像食物不够吃的、啊，你会发现说，那三十几的面包似乎也不是很够用。
对啊，这个很不必要，这一定要先，我要再把你砍掉。这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毒蜘蛛出现。毒蜘蛛是史上最难缠的生物之一，因为还会中毒，还会攻击。哇，天哪！有弓哎、欸，哎，还有一把，哈哈。不要，过来，混账，混！这里面东西也太多了吧？哎，回复药水。Gosh， 太多。不用带着、啊，可是橡木树苗是可以不用带着的吧？然后腐肉我也不需要啊，这个我也就留着，把这挖掉好了，至少可以把这一只搞给挖爆。哎、欸，挖爆，多挖些起来好了。该死，我发现要带这些东西好像有点复杂，不好带着。一个追忆神木可以完成这个样子，也是挺神奇的、啊。这哎哎，好，那至少这样子应该不用愁，不用再担心了。可是这个就可以收，给它放回去。好。看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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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到。吓死人！我不要看到 Enderman， 拜托。大需要重来跳，重新跳一次。哇吼！哎，挖掉、哦！有蜘蛛爬上来了，该死！这哪里啊？我们先离开这个地方再说。我去，等，滚啊！吓我一跳，为什么是树根可以？今天上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去了 ，Why？不要！哈！
真太他喵机智了。合理搞在 ，What the heck？ 怎么要上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的感觉，很鸟哎、欸。这树根的，这树根里面也太错综复杂吧！这是神木啊！来呀、啊、你，来呀、啊！好嘞，先敲掉你！天哪！哦，铁剑哦，有一把，我在想说怎么办没，我去，走人走人走人走，我本来想说没有铁剑怎么办哎，好棒哦，正好有一把，青蛙几坨起来了，哎，这样子的话先用这个了，但是四手之处啊，这不是幸运啊。没关系，先挖几颗起来就好了。哦，合理嘎子，合理嘎子，我还活着。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，其实树叶的地方不能够插火把，所以要很小心。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头的那个尾到底在哪里。那其实我应该往，我要走的地方还是往那边吗？What the heck？ 喂喂喂喂喂！太麻烦了，救命哦，排队哦。这种排队式的我才不要，吓死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好。解除了，我想说再不行的话，我就真的要丢钥匙。先把它挖掉了，这里面东西也太多了吧？等一下，哦，防弹，裤子，毛帽子啦，
这东西也太多了。我去！哦哦，不要闹！别，我有点跳不过去哦。好了，我跳过来了，哇塞！不过这边其实东西还是很多啊，不过目前看好我没有那个余力去拿取那些东西。耶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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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使用的提示盒，小心别把大地回复摆放在地面上啊，不然它会失去效果，因为我人很 nice。旁边有个真相，让你把大地活法安全放在里面，你可以等回到勇者电脑再把它拿出来用。OK， 呜呼，拿到了一个。等一下，这边应该是还有羊毛，对不对？啊，羊毛会不会在那边呢？哎，几率很大哎，几率很大哎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整装待发。欸，很有可能他要让我自己再跳回去这样子。老实说这种跳东西我还蛮怕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会变怎样。大师，该死，还有设置了，还有用了，不怕死，大师哥还是死掉了，大师，超级，没事，我都已经在那边了，为什么会有苦力怕？是有苦力怕砖吗？苦力怕生化砖吗？是有那种东西吗？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存在吗？那，啊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防喷是不会掉，原来防喷不会掉那个，也不会掉等级的，那还是比较轻易死掉，要不然的话进度很容易没有了。喂，好，先吃点东西。哎，死人是因为这个。先拔掉它。哦，好了，哦，天哪！下面，等，还可以往上走，这是往上是什么？欸，中介珍珠，欸，苹果，欸，棕色粘土块，这么多梯子，这么多梯子，这么梯子是不是冲一下？
是我刚拿的嘛。好，不用管那么多，先往上看一下。我只得看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通往哪里嘛。总觉得是通往回家的路。好了，我们目前的话就先抵达到这个地方了。这边应该类似于像是珠宝之类的。好，总之的话，我们目前就会先在这边扎个营。好，目前这边就是我的扎营所。好，我们目前先到这里为止了，因为非常的麻烦，我光是第一个那个副本的东西，我觉得我就没办法一集弄掉了。对，然后我刚刚才看到说我的 death count 旁边有一，原来它会有计算的功能哦。啊，那是没差啦，没关系啦。反正之后我等级不会掉，我还可以附魔就好了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攻打这里吧，拜拜。